日本尼基亚梦幻草莓蛋糕风味圣诞。我觉得它的草莓偏化学味，偏化学味的草莓，就喜欢化学草莓的人会喜欢，像我们这里。嗯，好吃哎、欸！我看你的眼神就知道这肯定是好货。我的是日本尼基亚香浓巧克力香草风味圣诞。吃起来是有点像，我说出来是哪一家的巧克力冰淇淋，就是似曾相识的味道。但是相较之下，会觉得草莓的那个比较特别。我觉得它那个冰是像那个旷世奇派的巧克力冰。嗯，对对对。然后粉的话是一点点苦苦的，所以说整体来讲不会到太甜。嗯，好，我会建议可以买草莓的，比较特别。它对美国好解腻。他今天终于认真上班了，真的。终于吃到好吃的东西。